说话勾起孩子那伤心事儿来了。孩子，你可不必难过，你娘那里啊有两个差役照顾，你哥哥虽在大牢也受不了委屈，俺老头子定能破案抓贼，给你哥哥平原和黄奕结拜成亲，到时候俺还得喜喝喜酒来。承蒙夫人宽喜，孩子啊，你在俺闺女来到俺的家，大娘我照顾着俺闺女的妈，这头一碗热豆腐我喝不了俩鸡蛋，你快趁热喝了吧。一声行吧，娘。哎，再叫一声娘。哎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娘，娘。哎呦，哎呦，叫了一声娘，血给我岔气儿了。是你喝吧。哎，你喝。娘，还是你喝。哟，凉了呀，我去给你热热去啊。娘。哎，还是我去吧。哎，冤家路窄难平息，怒
小姐，别来无恙吧。蓝小姐，哎呦，你他妈的，请过来吧。蓝小姐，哎呦，哼，哪里来的这些野小子，敢挑衅俺闺女？先尝尝你来我家的棒槌，呸！走走走走，你咋的？小胆的，先尝尝你老娘的棒槌！哎，哎呦，上上上！哎，慢来，慢来，慢来！闹了半天，不是蓝小姐呀？什么蓝小姐、红小姐的？那老头子姓李。这是你家李姑奶奶。哦，哎呀，还是李小姐呀。哎，她是这么回事，我家国舅爷光山有点饿了，哎，想吃碗热豆腐。有屁该造访啊，妮儿去给他端一碗去。别把眼看直了。嗯，老板娘，这是你闺女梅姐。多大了？18。可是婚配？还没婆家。俺愿做红梅。哪一家？当今国舅。梅霞，梅霞。嗯。哦，是小女不敢高攀，怕门不当户不对呀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装聋作傻，免得让狗强盗误导弄茶。国舅爷啊，济南府都说你国舅太恶霸。什么？今日间才知你老恨爱。你欺男霸女不讲理，什么？今天你风流潇洒，不愧是官宦之家。嗯，传说你事业好像一只癞蛤蟆，嗯，却原来你是个招人喜欢的翠甜瓜啊！啊有道是好事不传名，坏事千里挂。老婆我眼见为实，不听他们瞎打胆。嗯，哎，那婚姻之事呢？我就也。婚姻大，结拜夫妻要把八字查。倘若是一个时辰对不准呐、只怕是先死爹后死妈，强也倒不也罢。三天不到，你命染黄沙。啊啊！老板娘，你真是能说会道啊！啊，行了行了，快让你闺女端热豆腐吧！啊。请客官品尝，天大地大，皇家大，输了皇家输咋家？我是小姐，随我走啊，传金带银随便拿，一壶白多鲜味儿，不满高空你享荣华。他
还是跟我走吧。走娘娘，你们走。过去呀，过去呀，徐总，过去，过去呀，徐总，过去呀，过去呀，徐总，过去呀，你要是真的杀了他，这抢走闺女也是白搭。嗯，你想啊，那娘死了，闺女还能活吗？嗯，这话说的有理。过去呀，莫非你真的看上这豆腐闺女了？啊、哦，怎么样啊？小菜一碟，全包在下端的身上。郭九爷，他葫芦里卖的什么鱼？哎，郭九爷，郭九爷，请坐。郭九爷，请坐。郭九爷，小官为郭九爷卖命，你也得替小官想想。这国宝被盗，眼看期限一到，还请郭九爷在钦差大人面前美言几句。嗯，贤太，你怎么也学乖了？嘿，这背靠大树好乘凉啊！啊啊啊！啊啊倘若郭九爷应允，小官愿承其美事。全且依你，请郭九爷静候佳音，咱们后会有期。送郭九爷，送郭九爷，再送郭九爷，让你娘去送。哎呀，老婆子真客气，见面给我来个嘴啃你。走，明儿咱走。哎，回来，上哪儿去啊？上山出家当姑父去。啊？老婆子，哎，你走了，我呢？你呀，粗缸里腌茄子，怎么讲？当你的老酸蛋去吧。哎，老婆子，孩子，去，给你娘端碗水喝啊。哎，老婆子，别哭了啊，别哭了。我说老婆子，哎。钟大同，钟大同，我早想回家。钟大同，庄稼活我都会，地怕耕种也轻松。我望你是七品官，当了何长江的庄中，你就该理直气壮过安。为什么摇头摆尾纵然情？老婆子。最怕好人把气受，最怕豺狼当道行，最怕世上冤案多，最怕人间理不公，犟牛脾气骨头硬，肝肠难敲骨头声，只怕这回中安庄撞来撞去入牢笼，即使多牢不后悔。你此刻该嫁找高人啊啊啊啊。你真的不怕坐牢？怕坐牢，怕坐牢就不是你老婆。好，那你就坐。
女儿啊，见面不问情与否，大白天的你发一怔，头发长来见识短，老爷我是在这里来办公。真的不假？不假，没错。哎呦，那那老头子爹爹叫你来，爹爹、啊、请用茶。哎哎，好好好。老头子、嗯、你这会儿又玩的什么鬼把戏啊？这是老婆子。哎，你呀、啊、在家里看好闺女。嗯，我这就想办法回县衙，是见黄一求玉状，今夜呀、啊、我要夜访绣楼。身高我难以逾越呀。嘿嘿嘿，都怪我忘了这秀才不能等爬上高。这哎，秀才，这里有几块砖，你帮我搬过去。我去啊。是只猫啊，上外面看看去。县太，你怎么样了？我还是扶你回县衙去。见不着黄爷，咱可不能走啊。只是这院墙高大，我进怎能进得去呀、啊？秀才，得
我见你身上玉佩一用。你是？被你我撞到后墙外，将玉佩偷进鬼房。你就一陷他。走。
秋花园，难怪有风雪雨中啊，此恨定残君请皇爷上酒楼，尔等在此作甚？奉了国舅爷之命，不敢离楼半步。大胆的奴才，不离我左右，莫非欲图不轨？皇爷，倘若再见尔等，定杀不赦，还不退下？时候了，什么大人小人的，快上来！哎呀，这官房西厢前，也小心也欢，哭了老仙台，当了半头砖，墙上缠绵墙。我并非是吃醋的汉，憋不出劲儿来要查一面。秀才你快说正事，亲切温存先放一边，先放一边。深夜里面前黄衣皇爷，怎奈是此案是大难决断，若有美容请指将国宝，定是那国舅为他接到杀人罪滔天，只怕是皇亲是大难之罪，谁敢阻拦我承担。皇爷，小官今日前来就是为了去见皇爷，搭救烂秀才啊。县太囚禁绣楼，泪血雨状，正愁无人送出，今日相见，县太请看。有皇爷的御状在此，俺就是一口吃个八棍，这里更直，气更壮了。